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找堂会》，表演者邓德勇、谢天顺。哎，德云社的相声专场，您看今天来的朋友还是真不少。五一节，大伙儿呢都放假了，所以呢，您到我们德云社来消遣消遣。我这个意思啊，想说什么来着？你这个意思，你这个意思，大家伙儿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吧？我说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你往这一站，跟山贼似的，这什么呀？你这说是？我是想说呀，我。听你说什么来着？哦，我不好表达，慢点，别着急。我这样的意思，我这个意思，你咋可不明白呢？行了，我明白了，您再明白全出来了，这就行。行了，什么事？你慢慢，别着急，说出来。我这真着急。我想说这个意思啊，你怎么不懂这个意思啊？你说吧，你不没说出来吗？我知道什么意思啊。你是稳住了，寸住了劲儿，哎，找劲劲儿，稳，哎，走，哎，我是想说呀，你老这是干什么的？还是威虎山下来的？这是。我不，你就问我干什么不是？对了，您就别大惊小怪的了。我们这是说相声的。哦，你这是说相声的？哎，我哎，好啊，我就爱听相声了。我杨家将孙悟空大闹天空不归营，猪八戒大战火焰甲，孙猴看成了宋祖英。叮了个叮了个叮了个叮，叮了个叮叮叮叮叮叮，闲言碎语不要讲，火车站里有火车。叮了个叮叮叮，说书的，有点意思。你趁早都吐出来，我说，这怎么吐出来点？什么？你这叨叨半天了？你这不是说书的？不是说书啊，我们是相声，相声啊。这嘴里也不行，相声相数，相相相相相相，哎，生生生数数数，这人这是脑子不行，这相声相数，这相识，哎，你这回说对了啊！不是，我瞧你这干嘛倒腾口？不行。我们就是说相声的，说什么说相声？相声？你这嘴也别费劲了，你也说不上来。你要真能说上来，我是那茄子相声。反应还挺快，你的节奏是吧？我爱吃烧茄子。这不你强行气人吗？你这我给你逗着玩的，你不哪有这么逗的呀？我知道你们是说相声的，那对我们就是相声。说站在台上，这边一个，这边一个，俩人哒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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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给大伙儿逗乐了。对口相声，有点意思。像我给你逗着玩的，我喜欢你们这行子。那您就是相声爱好者。哎，对，我挺喜欢你们这行子的。好，谢谢。哎呀，我找你们来了啊。我们家里出事儿了，怎么什么事儿？我们家里有事儿。什么叫出事儿？什么嘴呀？这不是什么事儿？红事，那是喜事儿。对，我们家里那个老板给小孩子办满月，这么个大喜事，这绝对是好事儿啊！让我来找个堂会。不知你们可曾愿望否啊？哎，您就别拽了啊！就是有个晚会让我们去。对了啊，我们应。行了，哎，我们应堂会。我们可不光是说相声上的呀，还找什么？还找那个唱曲儿的呀？哦，唱大鼓的呀。明白。我还得找他们去。不，我跟您说啊，不，您只要找着我，别人我帮您找。哦。我找着你就全找着了，您就别来回跑了。你给我忙活这档子事，这堂会我帮您那个，那个太好了，那个太好了。我就你们去了嘛，十几个人啊，我们老板啊，钱可不多，
钱给的不多。哦，钱少了点儿。钱少点儿。给多少钱呢？就给50000块钱。哎，拿不出手啊。您等等啊，就是一个堂会给50000块钱。对呀，太少了，拉不出手啊。哎呀，不少不少不少。行好，挺好。我们老板说不好意思。没事。我完事还给你点小费。哦，还给小费就不多了。小费给多少？10万块钱。哎，行不？行。啊，这一个晚会15万。哎，对，15万。哪有这事？我这事行了。行了。我就不行，我找别人。别急啊！您就找我，别找别人了。我托付给你了。您别客气。我们老板可厉害，托我这事儿，我必须办成了。那当然了，我交给你了。行了，放心，这事我就踏实了。哎，您放心了。你们这地方有水吧？哎啊，有水。我来时候渴了，我想喝水呀。渴得我嗓子冒烟啊！是啊，来时候老板说了，到北京啊，忙也别吃炸酱面便宜啊。不是，这好啊！我这人，我一看大碗的，我看着费钱。小碗的吧，小碗的我动脑子吃不饱，怎么办呢？我跟那老板商量，我说酱要钱不？老板说酱不要钱。嘿，我聪明啊！怎么？我吃了一大碗酱，一小碗面，吃饱了，吃咸了。哎呀，行了，有水吧？我带着钱了。我啊，行，我带着钱了，我可以买水。我不用。我跟您说，您大老远找我们演出啊，我后台有茶叶，沏好的，我给您端上。有这多不好意思！您在这等着啊！你这个人，那叫实在人啊！你看你这个人，哎呀，渴死我了！哎呀！来，你哎来了，哎呀，有点意思，哎呀，沏好了啊，沏好的，这个东西我认识，什么？这在上海叫小马桶啊，我们这是茶杯啊，茶杯，哎呀，后来起个名字叫乐扣，怎么倒也不漏啊，好玩啊，我给他做什么广告啊？你，我说您什么传统这是？你看啊，这哎好，我喝点啊，您喝点啊，哎呀，你这里没有戒指不？哎。我们沏茶里边泡戒指，万一沏茶掉里去了啊！不，没有，我这人，您这就是刚沏的茶。我去啊，您就喝，我谢谢您了。哎，不客气，我给钱了，我有钱。哪儿啊？啊，大老远找我们来了，这我喝点。哎，您快喝吧，我还真渴了。啊！哎呀，你这酱没少吃。行了，您别喝了。哎呀，我跟您说啊，痛快着了。您这个哪天我们到您这儿演出啊？哪天不忙？啊不，别，孩子满月，您把日子说准喽。姐，那日子谁说的准呀？那日子说的准，不忙。不是，孩子满月，您把日子说准了，别的晚会我们就不应了。那谁说的准啊？那谁说的准？有事你们先应会着，我们这不忙。这孩子满月怎么会说不准呢？你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养会啊？是吧？该你先问了，你先别喝了，你等等。我先问问你，孩子还没养活就找堂会来了？哦，早了点吧？你这个怎么早点儿？早了点儿？生完孩子一个月的，你忙的什么呢？你这是？你这人你怎么不懂普通话呢？我给你生完孩子，你看今天夸叽这孩子生了，明天后天满月了。这不就满月了吗？你是不会说话，不要，我跟你说，您说那叫喜三。对了，喜三，我想起来了，我老板跟我说了，是喜三啊，叫我喜三嘛。我这么琢磨，我这人爱琢磨事啊。我想喜三找你们，过满月还得找你们。嗨，哦，这是两档子。这满月找我们，喜三也是我们。哎，对，那太好了啊，东西。哎，行，我得喝点。那您喝您的。哎呀，哎呦，你看哦，喜三找我们，满月还是我们。哦，那我跟您说啊，那个喜三，我们就是后天到您家了。你别后天去啊！啊，你别后天去。不是。今天、明天、后天，喜三了。不是，我说的意思你没明白。如果今天夸起这孩子生了，你呢后天去。这孩子要是明天生了呢，你就大后天去。这孩子要是大后天生了呢，你就大后天去。
这要孩子要是打打打打呼家行行了我你就打打累了累了你累了我跟你说、哎、说了半天等于就是孩子还没生呢啊对对对对那我们就盼着、哦、哎我们就盼着孩子赶紧生你别怕孩子生了啊你别怕孩子生不得盼着孩子赶紧生吗你怕孩子他妈结了婚这事就差不多了、嗯、我干个啥容易干什么呀你这这这你说强就强说你是成心是怎么着啊孩子他妈还没结婚呢你就上这儿找晚会来了啊不别别像话吗你这个你别着急你这不是着急怨我们跟你着急吗不你这拿我们打岔是开心的你这是啊不你这个人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不是翻脸呢你拿我们你不当回事儿是怎么着不是我问问你我问问你你一下别着急把去捋顺了别着急这样是办事儿的不我问你 啊是给小孩子办满月喜伞重要还是大姑娘出阁重要哎呀这么说还是姑娘出阁重要对了我们姑娘出阁找你们堂会我说你小点中国话行不行你这个姑娘出阁你提满月喜三干嘛呀我这是先预备一下吧哦不别预备了、啊、哦就是姑娘出阁哎、也是找我们对对对、啊、那你赶紧喝、啊、我得喝点我得喝点姑娘出阁那您把姑娘出阁的准日子告诉我们哪谁说的准啊、哎、哪谁说的准可是 啊可是我跟你讲啊这姑娘今年可是不小了哦今年多大了今年都四岁了哎放下去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呀你再冒我这碗我抽你你信不信你喝点水你什么喝点水呀、啊、姑娘四岁18岁结婚我们等14年那金融危机早过去了我告诉你吧我还等你晚会啊我们这儿哪儿的事儿啊你这是你听明白了没有我听什么明白了我说是四岁吗你说的是四岁我是说四岁吗你可不说四岁了吗我说04岁嗨这我也是这说话太急了我听清楚跟我急吧人家说04岁对呀、啊哦、那姑娘今年24了不是2404岁老姑娘3404岁那怎么个04岁呀、啊、孩子小名叫林儿今年4岁哎我再喝你就躲我远点吧你躲我远点我再看见你我就抽不紧了这回你太气人了你这合着啊哪儿这么说话呢你这是你这你别动了哪儿你这人别着急是不是着急我紧他妈躲着玩呢谁跟你逗啊你说相声的好逗乐谁跟你逗没有哪儿别我们现在本来就没什么晚会大伙手底都紧着呢你来个晚会拿我们开心着还是对你这的事儿都不识逗啊你这说急就急了没什么你别着急我跟你说我真有事着急真有什么事儿我们讲买卖开张买卖开张买卖开张掌柜的生了吗什么叫掌柜的生了啊掌柜他妈结婚了吗哎哪儿的事儿啊你这都是你看这真是有我们要开张一个大公司真的当然是真的了我刚才紧的都是你等等我是渴了我想喝水、啊、你等等你我跟你说啊听我老板你不太熟悉、啊、要提世界有个首富叫什么盖茨叫皮尔盖茨叫什么词你没文化就别念叨这个啊比尔盖茨对对对他有钱吗啊那得都多少资产啊我们老板要这么跟他一比怎么他是九毛一妞九毛怎么有钱我说您会说人话吗怎么了九牛一毛啊对了我们是九牛他就一毛你一毛钱跟我们比什么呀你比尔盖茨跟您比那才一毛钱我跟你说我们老板怎么有钱嗯北京啊可这玩意儿转悠没事遛弯去嗯到那儿啊一看哟这个大鸟巢啊这个大呀买了吧哎买了把鸟巢买了买了改个鸡窝呀、啊、哎把那儿买完养鸡是吗啊对对对啊、嗯、这很好的公司啊很好买10万只鸡嗯那个小架子上一趴，有点意思。好，训练这鸡下蛋，嗯，一个鸡一天下10个蛋，对，让半拉中国的人都吃我们下的蛋，
什么鸡呀、啊？一天下十个蛋？是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嗯，我们找了科学家进行了论证啊。科学家说什么？说呀，你这个嘴受得了啊，那鸡屁股受不了啊。好，这么半天你就说了一句人话。不是，后来我们这个买卖就不干了。那你不是有钱吗？有钱呢，在王府井成立了个大公司。王府井，哎，干嘛呀？全球中华豆腐大公司。这是费劲劲啊！你就说豆腐房不就完了吗？还豆腐大公司？豆腐房卖嘛呀？豆腐房卖豆腐呀。我们这不光卖豆腐，还卖什么呀？还卖豆浆呢。哎，行了行了，还给酒圈呢。哎呀，行了，你就沾这能耐大？这什么、什么豆腐房？真开业吗？你甭管是什么，我们来开业。你们演出去去不去？到时候我们给你们钱。这回没跟我斗啊！这回全部斗。哎，你要不斗，绝对不斗，咱就把心塌下来。对对对，咱好好谈业务啊！这可以跟您说。那行啊，王府井那儿，王府井公司开业。对对对啊，那咱先谈买卖啊，谈买卖啊。你们去二十个演员，二十个演员，行，演一百天要多少钱？你们说。那你别着急，我得算算了。你说，二十个演员一百天。二十或仨多月，您这个，我也不找您多要啊，那给200万，多少钱？这等什么钱？200万？200万？啊！你们去，我们去，我们搬出来，我们接豆腐房去了是吗？我们要那干嘛呀？什么900万？你这。100天3个多月，我们都动不了，就在您这儿演呢。你这人听不懂话，100天怎么3个多月？那也是2个50天呢。没有2个50天呢？怎么的100天？100天啊，晚上没有一个白天，用人没办法的。你先找地方学普通话去行不行？你会说话吗你？那你听不懂来谁听不懂啊？就搁白天演出不就完了吗？就白天演出啊，那这就你也别多给啊。啊，我跟你说，2万块钱，我也不找你多要。2万，这行吗？说好了啊，就这么定回来，就这样了。可是有一样 啊，我们车马费就不管了。啊，车马那你甭管，我们自己去行吗？哎，你等等啊，嗯，我们人是自己去了啊，但是这顿饭得在你们那儿吃。对呀、啊。嗯，对呀，管你们分吃啊！哎，管你们分吃啊！一定要管分、啊。这啊，这来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在您那儿吃饭，懂吗？是吃分啊！我说你们吃什么呀？我们吃饭。哎，好意思，咱们在一块儿吃。我明白你啊，什么都行，坐一桌管你们饭吃，哎，管你们饭吃，10个人一梭子，这你看怎么样？10个人一梭子，对，灭口，你这是吧？10个人一桌，对，10个人一桌，哎，这不就结了吗？够10个人一桌，够10个人一桌，哎、对对对对，这个菜啊、特别好，嗯，让大伙喝点酒，哎。我们有的演员还好喝点酒，哎，好喝点酒啊，一个人一坛。哦，我啊，好，没那么大酒量。我们这最能喝的是高峰，也就2两。您这一人一坛子，我们可不行，喝不了。喝得了，喝不了，喝不了，喝得了。那怎么喝不了？一人一坛呀？怎么个一坛？您把酒碗端上来，把这个东东倒里头，啊，站着，这坐好了，10个人一坛。你也贪，他一贪，这还喝不了吗？这是，这还不得喝着喝不着呢？这是，您谈的不准，我们哪儿喝去？这是小谈。谁跟您谈这个？一个人2两酒，那2两就够了。有喝的，有不喝的。不，我跟您说 啊，这酒有没有都行啊，但是您这菜可得盯时候。我们这菜你绝对盯时候。哎，那就行。你东来都没吃过。什么菜呀、啊？哎，你吃过7大件、8大件啊？你没吃过我们家这10大件。
哦，有十大件的菜。哎，哦，那您能不能在这跟我说说都有什么呀？有四碟五碗一个大枪盘。这菜还真没见过。您先说这四碟，头一碟儿。头一碟啊，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撒点小磨香油，香扑扑香扑扑的。哎，行行了，倒是豆腐公司，您这头一盘就小葱拌豆腐，新下来小葱，刚出锅的豆腐，这一晃。第二盘，二一盘好什么？韭菜花拌豆腐。打死豆腐来了，上这儿。三一盘辣椒糊拌豆腐，还搁辣子。四一盘，四一盘好啊，夹一筷子往嘴里一搁，一嚼，咯吱吱，咯吱吱。拌海蜇，萝卜皮拌豆腐。您这菜没法吃啊，没法吃了。什么菜呀？您这都是，这全是豆腐呀。这凉菜你不吃，你把它扒拉开。我那我们吃什么呢？还有五碗大菜。还有大菜？对，五碗大菜。先说头一碗大菜。头一碗大菜，大白菜炖豆腐。别使劲，使劲还是豆腐不就完了吗？大白菜？不不不不，大白菜。哎，第二碗小菠菜炖豆腐。这还三一碗？三一碗好啊，端上来上的飘着一层的黄油啊，黄焖栗子鸡，油炸素豆腐，哟，还这就四一碗，四一碗更好了。嗯，一端上来呀，一看啊，都切成小方丁，有红的有白的，拿筷子可吃不了。怎么？拿勺子崴着吃啊？十斤丁儿，猪血烩豆腐。五一碗是什么吧？五一碗最好了。五一碗上来时候，小伙就喊着什么？一段满浑身蹭油了，鸡他妈说相声上了海味了，怕海参，下面皮儿鼓的豆腐。你呀，你行了，我告诉你啊，这堂会不去了。怎么了？这吃完你这饭，我退肚子全软了，懂吗？这还怎么演出啊？不啊，你不吃，你把它扒拉开。这扒拉开，我们吃什么呀？还有一个大抢盘呢。这甭见了，大抢盘还是豆腐。这回不是豆腐啊，这回绝对不是豆腐。这回要是豆腐，你把我当豆腐炖了。哎，真不是豆腐。这回绝对不是豆腐。就这道菜甭说吃啊，它做起来很费劲。那你说说怎么做，我听听。早上四斤点起来啊，到鸡圣上把它买回来。哦，买回来以后放在家里头煮啊。嗯，平时这个铁锅可不行，大柴锅。哦，底下烧着柴火，倒上水，把这个东西放里头，一拉那风箱，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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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见来过来？咕嘟嘟，咕嘟嘟，咕嘟嘟，呼哒哒，咕嘟嘟，呼哒哒，咕嘟嘟，呼哒哒，咕嘟嘟，开这么七八个坎儿。哦，然后你拿钩子把它钩上来，放在那碗上是晾凉了。哦，这时候开始切，啊，切了片，片了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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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好了片得了，把它拿着，码在那个盘子上，撒上葱姜蒜、小磨香油，你就扒了这吃吧。白煮肉，豆腐渣。哎，去你的！